公告给我们的来电朋友，就是应该是告诉我们，咱国地人在来电当中呢，就是因为啊，咱苏摩地啊，伊对人啊，对人不得，是种对伊啊，咧方面不得，伊相关的问题。那因为当然，因为这个地方的出现的两个问题，第一问题是。啊！咱上头嘛，一直有咧甲咱强调，啊嘛，一直咧甲咱做报告。啊，就是当时苏摩地伊伫本来内底上头，问世尊，啊，问咱世尊，问咱佛教，哦，讲有六贤人住贤如里，发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问何应住？问何他一心？啊，就是问这两个问题。那因为贤人住贤如里。哦，跟过去甲咱做一个报告。那伫经过经发会上发现着，啊，这个显人柱、显如理，这一级观点，一些凡夫较实足，因为这一级会当听来听别个人，即嘛是听来看看，就趁着今日咱解到这个所在，咱要听一个目标，你若无有真正过去有一个基础，你要听这物件。嘛是遐简单，你听这物件。因此呢，因为当时苏摩地甲讲先啊，做先努力，或者是讲一定会当听大乘法。哦，伊这个哦，这个特别甲贡献，伊教上在内当中，这个有果有有果性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内当中，这个有果有果性，就是讲清净啦，甲清净路。虽然讲伊今日。啊，伊也未出家，但是伊已经拢在研究大乘法。不过这边人，你修大乘法，你念大乘法，你了解到无上正定正觉，对当时娑婆地，伊连问不得，这两个问题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伊入去，因为得到迄个无上正定正觉这个物件，但是因为这个心温和应住，温和好好一心。就是刚才讲金刚经这部经典里底当中，就环绕的这两个问题，或者这两个问题。啊，因为当然，当然这两个问题，因为当时咱佛陀，伊就用第三分过去讲，这就是第三分，来解说迄个第二分，大乘净空分，来解说温和他的一些。那佛陀就用第一分。来甲解说第一段，来甲解说第四分，因为云何应住，这叫做妙缘无住。第五，第一，你要发大心；第二，你要行大量；第三，你要正大觉。这是伊的分作这三部分。啊，因为第三分，就是讲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你拢是三界众生，你要发心去度这三界众生。如果你要度三界众生，这是向外的工作。不过呢，你内心冇三界众生，但是你外口的众生也依然可以度。内心世界的这众生可能那么较歹度。既然咱讲，咱也是实相，也是实法。咱修一世人，修过了世人，咱修袂好势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有福报，你要有决心。你安怎哦？内观就是讲你内心的世界内底当中，你真正安住的好势，你真正幸福的好势，唔但你有在去度外口众生，啊，外口众生嘛是无法度啦吼。伊连那个我常咧讲，伊一句话来，可能就来克着；，一句话来，可能你就会变犯法。是甚物物件？因为你的内心世界，你会去妄想。你的积在积，安怎讲呢？我听着未舒服，我就心就安住未好势啊。我听着未爽快，我就要改一句来一句去啊。感谢呢。啊，众生也未多着，咱就心向多去啊。啊，若安尼，我请问，啊，你在度的情况？所以，伊是伊个讲，一切众生之类，用观心，用开心，用清心，用化心，用有心，用无心，用优秀，用不秀，用优秀，用不秀。我该念经无余一万二万多字，
我欲予即阵人，欲予即个物件，拢袂当堕积，都会当变多。甚至我搁无有见到是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后壁则是变是无众生去变多。所以我咧堕众生，但是我嘛要积，未使积，我咧堕众生。哪里我咧积堕众生？哪要甲讲起来？安尼我就变做心去啊，我就无众生去啊。咱内底众生，咱内底不了这物件，但是这物件，咱会当对内心世界，咱个这物件爱去下好。所以你会发大愿，你会发大愿心，对你内心世界去下好好些。哦，去发出大愿。哦，比如讲，咱今日去这部经文，今日讲起来了吼。但是我嘛，这部经文并袂歹，但是今日人叫背经文经。比较合用黄金，是有难度啦吼。也听着要背，啊听着要爱金黄金，这资料我回头就大了点，先你大了，因为你家己的重心在你家己重要。啊，无法度啦，一后多金黄金才轻，啊一个道理先爱背，别背到一分，无偌轻易，免得背起，迄叫咱的内意内在重心在你家己重要。啊！你若当去钻石修地，无问题。我一定要同你讲因，我内心世界，家己心里含了我家己，迄、那个海派，哦，迄、那个海派心，哦，啊，若安尼当中呢，因为我要钻石修地，我真正要家己，哦，钻石工作简单的工作，所以这就是对你内心世界去用心。所以第三分就是讲，迄、那个虽然是讲上来就先。但是其实来讲，讲起来，十方界物件，拢对咱只心造出。所以人若你若看到十方界图啦吼，拢来讲叫做人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、天神，吼、哦，啊来阿修罗、个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无，啊去抓一个烟花，啊烟花内底呢，甲你写一个心，敢是安尼？跟人讲起来。这是我在拢是无离开这粒心，安尼对。所以呢，咱甲讲，其实这是我在拢是咱的心。唔过呢，咱讲唔用十万八千里啊，啊，近近的万千情啊，当时安尼。但是话你讲一句讲，这是下因啊。啊，若讲因呢，这是上帝啊。当时呢，啊，其实离咱家己唔是离外口来，因为迄缘起无多歹。但是好歹是咱家己只个心，唔过呢，咱无法度对咱个心地用功夫，拢伫外口咧攀缘这物件，拢伫外口咧想这物件。我请问，咱从修到今即马啦吼，咱有曾经对咱家己去进步无？咱家己一个执着，一个梦想，吼，一个理想上，一个执着上，咱是愈修，咱愈来用，爱愈修愈来用，咱家想看卖，有影咧？咱愈修愈无力量，伊人在讲你用了唔对头，你今日做外行尔，你今日做外行尔，其实你内心世界，你下无你无上，你无上心，因为你无，因为你外行做到足老嘅，你嘛做到足疲劳，啊你嘛面孔好，我做足侪功德啊，其实是无功德，因为人在讲外行物件，甲你内心世界一点仔关系都拢总无，拢总无。所以咱讲缘起无好歹，啊好歹在人生，到处会颠倒。因缘所生出来的这当中，这是因缘发的物件，叫做缘生缘灭。其实对你内心世界的共振拢无关。你内心世界有起心动念，含你无关系啊。你若无起心动念，含你都拢无关系。那安尼咱个请教问，咱是毋是讲咱家己爱对内心世界去用功？唔过呢，咱修十年啊，二十年啊，三十年啊，咱的脾气啊调咧，咱的心性啊调咧，咱的个性啊调咧，啊愈修啊愈大。过去的一句讲，大和尚啊脾气大，啊大讲师教师大，大和尚啊脾气大，啊大讲师个性大，安尼有修着无？安尼想，修到脾气才大，迄大和尚就是讲。我够深啦、啊，啊！现在有够深，有一句话，伊就存在这里。嘛，因为这句话，你讲这无老无伤，啊，这前辈才经验，你想说，
心肝拢无平气。毋是讲我今日打细针，我头痛起来，好啊，我今日食菜，安尼叫做想，毋是，因为想修行的人在当中，毋是看你的表象，你的表象什么人都招着，你若真看袂外口，迄机会上迄落无，拢真打细痛起来，甚至真正你甲看伊发相，拢比非常都较非常。啊，出来伊嘛是三日就变化个，但是唔知你泰国进到福建的物件，啊，泰国警察拢专门咧处理这物件，吼、哦，拢叫这操控。就跟你讲讲，因为世间的人伊无看到事实，你到看到这什么事实？无，你惊看到哪？看到伊这哦，啊，他们去打金丝丝，吼、哦，啊，到个时阵啊，吼，啊，阿些穿甲安尼服装衣装的，啊，一个挂啊，穿甲嘛正重要。哦，安尼无，反正非常有诶，伊拢有压出来，压大家拢会甲讲说你是咧收啊，无咧收了，无啦，即摆讲本来等就走来咧食啊，即摆诶时阵啊，衫脱起西装穿咧，讲来诶时阵啊，去新疆送我往那等去，感谢咧，所以真正收，毋是你表象，真正收就是人家的心，我一个心都得啦，恁家己也会长。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这个心有法度改无？有法度心有无？有真正法，你家己改变你家己有无？那个想想嘞，有阵时啊，我迄两年啊，当当官太太，伊也大细仙嘞。我迄两年当官翁婿，伊也咧大细仙嘞。啊，我迄两年当官囝，伊也咧比长辈大呢。哦，当然啦，个性是啊，性格我拢做无改。话呢吼，啊，就是水无解啦，毋是无解啦，迄个物件就是无真正，吼、哦，用心去打，吼、哦，行深般若嘛。啊，你讲他这一点，一回无解，迄个物件算得过，得过。所以咱金凤顶就是讲夹，夹物件，年纪另外发大愿。但是第四回提了，你这发大愿，云何相无其心？你发这大愿起了后，你这个心。你家己爱行好势，爱控制好势，唔通三两句话就要甲人相争，唔通三两句话就要甲人比长论短，争强斗气。哦，所以讲你食菜想足久啊，但是咱个脾气有哪个老？哦，那安尼咧想到马不及格啦。哦，感谢咧。不过咧，你家己想到咧感觉云何应住？我要安怎行？要安怎我安住这个心？因为你咧心大型。哦，你的心态，你无，你的过失啦，你的心性啦，无自相的过失啦，真正的人啊吼，过失重要是方便啦，啊，善良三恶是难来做啦。但是过失作多，但你讲唔对吗？唔对，过失才出善心。哦，唔对，以内心世界贪嗔痴拢无解，啥无解？伊想讲啊，我今日过失。我做这物件就风险足大，医生啊，你甲讲起，伊拢叫做风险。当时用武帝，甲个时阵啊，迄个唐王，把迄个风险嘛，吼，啊武帝做事多心过心，实在又会讲又好，啊克服又会讲起嘛，啊讲起实在发生中嘛，人一定讲了，唔不世间个人以为是了，我要改变，哦，我要做事，安尼点好，啊我就摕一寡钱来过心。啊，我就认我好，我讲出一挂。唔过，内心世界贪嗔痴有滴个无？我根据利益来讲，内心的三只毛皮，毛皮恁听无？毛皮在国语讲叫做水蛭，水蛭。恁哪里较早做起来烫鱼的时阵哦，咱个脚若剩了哦，这毛皮定伫咱脚下底哦，袂疼呢，袂疼。但出个话，我靠，太好乌个种定伫内底。但你若拖开拖起个，嘛拖袂起呢？有阵时拖到当面个，伊较顶面内底呢，啊若拖起个呢，迄个当了咧过，迄一直流一直流呢，伊只毛皮食了变袂饱，伊唔走呢，咁是可能你会较济，把这个物件，那你会较少，你把这物件较少啦吼。啊，我过伊个腿遐，我知影。啊，这个水质，这个毛皮是足好说呢。啊，咱有三只毛皮，你知影？贪一只，嗔一只，啊，痴一只，这三只还是锁在咱的心内呢。啊，咱若这心无这锁掉嘞，你的心会健康袂？
你是不是会讲？啊，但是你那么做外口工作，这三千块是要掠掉呢？哦，不是作贼啊！但是我这批官在嘛比的，操官在嘛比的，武器官在嘛比的，啊，你是要做老板呢？啊，咱嘛行行做老板呢？我嘛讲好来过世呢，唔过你个脾气拢无改呢，你个贪心拢无改呢。六祖来讲，心中善恶乱来走。哦，伊用烧就袂做，后世点就做。你若想我今日起风，就是你袂做。伊来讲，后世你学做乜仔？变人了讲，离开三家无目标，我那失业了。啊，你等于贪心去失业了后，你要进入阿罗汉就袂当去。因为阿罗汉有四个阿罗汉，斯多凡、斯多凡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叫做四个。但是因为你要进初个，去进入入流，迄叫做入性的之流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灯。那六尘的灯了后，十块二的贪嗔痴。啊，那这三个灯了后，你要进入斯多凡，初入流入性的之流，这是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所以我想过去才讲，现在过去人过世，吼，当地是日不一佛、二佛、三世我不二行成因，因做这些福报啊，是安那六道轮回，一阵轮回，一阵轮回，他袂当得到阿罗汉的超法，但是因修好无修慧，修好无修慧，问题处理这个所在，啊，若过世得掉，就接掉咧，接着掉咧，因为必掉，吼，迄叫做。恶事，自相不是叫做自相恶事，不是叫做自性的故事，迄叫做哪？迄个着相的故事。啊，你自相的故事，自相的故事，故事就是世界观；理想的故事就是世界观，都差呢。哦，那有理想的故事无？所以过去一句话，有真故事，后壁过那个，叫理想。感谢呢。但是咱作家叫伊上回客人呢，敢是？哦，啊，当然即嘛是了叫伊上啦吼。唔过咱来注意，这是事实。即嘛到了第四分，就是妙言无数。刚才讲的第一分，就是咧解释当时苏华的问题的问题。第三分解释第一分，第四分就是解释第一分。温和应住，温和好一些。第三分就是正宗妙言无数，就是咧解释第这两段。那第五分就是讲些物件，叫做正派各种正道。因为这两个已经修起来了，你正叫做大众哦，所以那个迄叫做如理心诶。可以心上得见出来吼，不了世尊；不可以心上得见出来哦，不是如来这位哦，心上这位心上。就等于说，凡所有想，还是说，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。感谢呢，这就是叫做正大果啊。啊，正大果，咱要甲讲起，根本根本到第五本来都讲了啊，把第遐两个问题拢解释了啊。啊，到时啥物人要讲？到时啥物人讲？问题他要开始命啦吼，所以问题他要开始命。啊，你讲一理不得，一头正见，你是听得白讲？唔可能，伊就去。菩提众生未了解到佛陀讲这道理，咁样简单啊？咁样简单啊？听讲听咧，想讲想咧，啊做讲做咧。不过众生兄弟姊妹，都是够怀疑咧，无必相信咧。哦，所以咱佛陀在金刚经十四回来讲，我是真理者，我是实理者，我是无理者，我是不理者，我是不理者，但是。伊用道用五大经来讲过节，我绝对袂来讲白话话，我嘛无需要甲你讲白话。我甲你讲的是诚诚实实的话。不过上山的，咱刚安袂相信，唔是简单。我想讲一个比如，即阵菩萨，你甲我讲一个，哦，这个弥勒祖师，你要来无？你要来。但是因为这个人不是，我如果这个这个弥勒祖师想法毁掉，就是好差你啊，甲菜好差你啊，你要拜无？你唔拜，因为你讲佛造孽，因为你看不是佛像嘛，啊，但是佛造孽了无？这佛造孽咩？无佛你再怎结婚？哦，啊，因为你看的表象，就三两块钱的，你不会水，你发现，
对不对？咖啡，一旁起来，第一，你看到咖啡是咩色的？黑色的嘛吼。第二，什么色的？黄色的嘛。无你看到啥呢？啊，你爱是要旁咖啡，爱要旁茶？哎，我特别咖啡，我着旁咖啡啊。我爱着旁茶，这叫做选择啊，这叫分辨啊，敢是？但是如果咖啡，咖啡的色泽拢啊提掉伊，甲茶色泽拢啊提掉伊，你要选择对杯。哦，旁边杯嘛少少，啊，旁边杯嘛少少，迄就无选择啊。即件如来，即件如来，即、这个叫做如来实相。迄表象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，但是我欲见诸相，即、这个诸相非相，你会当了解伊的实相。那安尼，即件如来，你会当看到即杯水伊的实相，安听无？但是咱拢干呐，咱拢失迷，啊个。我爱哪会，你会去哪会？哪会？迄叫做哪？迄叫做修道的过程。嗯，我地耶稣，我伫咧修耶稣啦。啊，我地佛教，我伫咧修佛教啊。啊，我地拢讲，伊是心入为主的观念。伊无了解实相的道理，伊无了解一心方面的道理。伊是伫外口咧论上。啊，什么人？我感觉我较加，你加比，你加个加比对不对？你永远不能讲你有副作用无？有副作用。你啉茶，你拢爱啉白水，你永远拢逐日拢爱啉茶，副作用无？有副作用。你今日搁再啉汽水，你逐日拢爱啉汽水，有副作用无？嗯。迄个消息的迄个表象物件，拢全副作用。你今日去接面我，什么搞？什么搞？什么搞？这口味好袂搞呢？你听。嗯。别人都讲，因为你已经去学这表象了。接去啊！欲见诸相非相，即件如来，你离相欲见诸相的内底当中的修道，你离诸相的内底的修道，是咪我较爱，是咪我较爱？白水有啥物较爱，啥物较无爱的？你啉一死啊！你若搁啉咖啡，你若搁啉茶，你搁啉一死啊！伊袂害，伊绝对袂害，你愈啉愈健康。你若一死，若搁啉咖啡，我著爱无够，我著爱。啉咖啡，啉到尾有作用无？有副作用，你会吃着？即面这物件，你今日去加啉汽水，我啉汽水，汽水是毋是？汽水是毋是水在泡？你来透元素的，元素落去了后，你有刺激，迄叫做用，叫做迄叫做呢，迄叫做五轮有肌肉，每有肌肉甲下功夫落去啊，甲下物件啉惯必思想。啊，对应心不起，啊，破地认定，啊，认定。你逐日拢嘛食一份药啊，下功夫个啊。你睏到你食到尾啊，喏。你食到尾，你食到淡，我昨天无下。后日一日食到两日，两日食到三日，无定后日啊，当中咱老百姓用病。你咧不会困起，你即个淡，心里面就造成忧郁症个来啊，有副作用无？有副作用。唔管你咩啦，伊咧去一世人，我甲你安排的，我要你安排的，我用个比如啦吼、哦，你用世人有副作用无？那副作用啊，差不多在那边跳一遍啦。副作用在那边跳一遍，啊，那边啉水都是去跳遐个，咁是安尼。所以这个道理咱来办，所以你到第五分就很重要，逐渐注重非常之重要啦，一定甲你入大道，入大公益，很重要。但是到第二天你要讲，我因为我甲拖入来，讲这物件，我咧是概念。因为因无经人一直讲概念，概念，互你知影。你听这后壁十遍，啊，听遐后壁十遍，你没有办法连接下来，没有办法连贯下来。你听这本经文，你会听啊？昨天我无听，无安尼无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讲这概念，不是叫人知影。因为你接落来，伊是安怎形成的物件？啊，阮咧甲你教，是咧甲你教什么物件？啊，咱上少嘛爱背一个部分啊。哦，安尼点？啊，你对这个乒乓球啦，迄个都无解，哦，足深的足深的，讲空气啊，讲到尾你空空，我无愿意。讲到深到尾你空空，空空啊，在各种中毒。啊，就变成安怎？变成人可亲又如疏离，不管健康就先解死啊。啊！就这面就造出来，所以今日嘛非常好报。过年你这概念，我先过年了解，到进入了今日第六分，
的这个进行油温。我要进行进行油温以前，咱先来个温温啦吼，咱先来读一遍啦吼。苏伯提的复言。苏伯提的复言。世尊。世尊。何有众生？何有众生？一文如是言说众苦。一文如是言说众苦。心是心法。心是心法。苏伯提，不过苏伯提。不过苏伯提。莫作是说。莫作是说。如来灭佛。如来灭佛。何无八会。何无八会。有此界是福者。有此界是福者。无处终故。有处终故。令生信心。令生信心。以处为实。以处为实。方知是云。方知是云。不如一佛。不如一佛。一佛。一佛。三数五佛。三数五佛。以正信心。以正信心。以无千万佛佛。以无无量千万佛。所证诸圣经。所证诸圣经。哦，咱即马目前中几年，咱即马规段讲完了，啊，咱一段段来解说啦，吼。哦，安尼啦，吼。闻是将故。闻是将故。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苏伯提。苏伯提。如来悉地悉见。如来悉地悉见。是诸众生。是诸众生。得如是无量福德。得如是无量福德。可以讲。可以讲。若非若处非法相。若处非法相。即着我相因相众生相。即着我相因相众生相。是故。是故。不应处罚。不应处罚。不应处非法。不应处非法。哦，这是因为已经忘记了这当中啦吼。我后壁都知道吼，咱从来甲解释这物件啦吼。因为一个经义啊吼，有经只咱来一直甲啊感受，啊一直来重复一点个话，重复一点感受，你感受迄个字一直造作，也是你今日读过了哦，你其他意思。但是因为你若读一遍、两遍、再解释一遍，你就慢慢改变。啊，因为学经我是安尼学，毋是讲你今日听着我就随便读一下，无迄个道理，无迄个天经挂来啦，会迄个灵魂啦吼。就除了你讲修行以前，或你过去，或就是或即个咧我们历史，你过去的时阵啊，作来有咧学这经典，也是你发生经典，来到这个世间，你有发现物件，你看。但是一般经拢是较合理字，拢是较合理字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这段话，因为伊头一个就是以正性起有分下落来做一个解说的这份的底。不过呢，因为我过去是常甲你讲的当中，这个标题，哦，因为以这个正性起有分这个标题，金刚法界可能是这部金刚经内底标题。但是伊有分做三十分、三十二分、三十二分，有分做一个纲要、标题、分两块。啊，因为这每一句、每一句有伊的意思。伊安怎讲？当然是同时分，无分做三十二分。当然，但是过去消灭太足。哦，像阮弟会听，伊嘛知哦，啊一部金刚经吼，一般点的众生，真正咧学这部金刚经啦，哦。若无把伊断落分明啊，一段一段甲伊写出来，吼、哦，甲伊分出来了后，要了解佛陀这道理，确确实实有些安尼简单物件。因此，同时，咱娘母弟囝，伊是合佛法的物件，迄嘛是地位足好个啦。所以，咱甲变做三十二分。哦，当然，三十二分这个正性起有分，这东西毋是佛陀标的一个哦一个标题啦，吼、哦，这是。当时苗武帝就建教的太祖，先讲去过来面，啊，互人做一下了解阮这朋友。啊，什么叫做正信离分呢？伊内底是讲啥物件呢？当然，咱佛教有几点啊，咱可以把它做出比如啦，啊，做一下解说啦，吼、哦。一个正信，什么叫做正信？
正叫做不偏啦吼。所以咱过去，咱佛陀甲净土内底当中，头前拢是讲正，吼，人叫做正见，叫做正思维，吼，正悟、正念、正明、正精进、正量甲正见。但是头前无离开这个正，啊，这个正咧讲啥物啊？当然，咱话少话少来解说。第一就是讲，伊叫做不偏离空啊，不偏离有。安尼了，这个正信，哦，这个正信之心成为虚有啦，简称叫做正信虚有。啊，这个正信虚有，哦，虚极甲消有，你有这种的不偏空、不偏有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啦，哦，是真虚有的人啦，哦，叫做啦，很稀少的东西，马家虚有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咧，因为这个虚有就。不容易发出来物件，你要发出来的当中的果实，叫做正信之有。刚才讲的是讲，你得到这个信的啦，正信有这个啦，它不是那么简单，叫做稀有，简称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正信，你换一个较深度来解释，解释什么物件？因为咱一般伫世间发的内底当中，拢叫做对应，比如讲善，伊来叫做恶，对不对？哦，内底有一个善，对不对？但内底有一个地，对不对？啊，地内底有一个但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对立。啊，对立唯有在静的内底当中叫做无对立。静的物件不偏离，不偏离有，也不偏离空，这无对立的物件。啊，这句话就是参照东西不得，你来比。金刚经的第十三分，叫做静心行善分，你来讲。喜欢平等。无有隔阂，证明阿妙陀佛三藐三菩提。我的法是平等，无有隔阂。啊，无有隔阂就是讲无悬甲无低。啊，这个解释叫做正信。安遐啦吼，平等叫做正信，正信嘛叫做平等。啊，平等就是一切拢无对立，安尼叫做平等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是讲啥物件？这个物件就讲啥物？哦，这个自性。哦，这名，这名就讲，这个平等就是一个名，这个、名叫做啦，无上正定正觉。啊，无上就是讲啥，讲咱的佛性，正定就是讲咱的智慧，正觉就是讲咱今日行出来的行为。啊，这句话嘛，会当个解释讲，就迄个无上就讲佛，啊，正定就讲菩萨。哦，正定就叫啊。正定就是菩萨，正觉就叫做阿赖，哦，一切当分作三观。你今日要得到菩萨，一定要正定。无正定，无平定，你就讲这个菩萨。啊，你今日正觉就是你觉，哦，你觉无正定，因为你修的独觉，独觉啦，你没有觉他。啊，所以你做到阿罗汉。你叫做独善其身，所以它叫做正觉。但是佮起里了，你得到正，还得起里叫做正定。啊，这个正定就是一句话，吼、哦，叫做正信。啊，这个正，我完全就是含众生徛平等。我嘛无讲，我足伟大，啊，我足无了不起。啊，你达到正定这个意境，就是你个啦，爱无自相，爱无自相，爱平无法。所以金刚经一直来，阮内底当中伊安怎讲？一切天性皆依无法，对不对？后边就是差别，天就爱行无法，到我金刚经顶，啊无请伫咱个众生内底当中，但嘛拢在比较，但嘛拢在计较。我是做啥物官？啊，我是做啥物地位？啊，我是做啥物物件？我即个是赚偌济？我即个是安怎？拢在比较这物件。啊，若这物件有正定有无？这有平定有无？咱就讲，把世间的人还是无平等，每样都对，啊有钱人，迄落哦，直升机买袂，飞机买袂起啊，无钱人，唔只卡车，卡踏车都买袂起啊，啊有平等无？无平等啊，啊无平等，咱大家讲一个新物件，因果命运，咁是安尼，啊你过去做因果命运，啊唔当无平等就是平等，即个无平等就无平等，就是平等，因为若乎你大家拢讲相像。抢劫的、偷盗的、害人的、放火，把拢烧成，安尼靠边，安靠边边。
哦，啊，做仙的，含迄个做贼的，啊，太难放的拢相共，咱有平等有无？哎，无错，无平等，所以无平等就是平等，有平等就是无平等，安尼个条意思。但是伊讲到着即个正性虚有，即是咧讲啥物件？即是讲到咱内心世界，即粒心，毋是咧讲外口，毋是咧表面，即句话毋是咧讲外口物件，毋是咧讲外口。若讲外口物件，你安尼讲，互你安尼看着袂好势。但是，毋过呢，咱一定修甲迄个正性，咱修甲是发平等，无有不合。啊，即、這个叫做啥？即、這个叫做无相正定正觉。但是你修到无相正定正觉，啊，啥物件？听好哦，爱离开思想，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这思想爱动。啊，你无动，你头壳变去头壳意见。啊，这思想等于就是违法啊！这思想无等于就是执迷这思想。那安尼，金刚经里佛第五、第三章在讲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后边在讲皆非菩萨，又搁非菩萨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修行落来，这当中一定要进入了迄个正定里面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来讲，这个不偏空啊，偏有，这叫做正性。自心成为虚有，不容易发出来物件，而爱发出来物件，叫做你已经无简单发出来，但是你有法达到这个意境啊，你这个叫做正性虚有，哦，就是讲虚气少有，你看到这个人虚甲消有物件，这东西很多，你赞叹的是真啊，哦，世尊对师父的，你赞叹世尊。伫第迄个了第十四分咧，等咱说出，哦，苏伯杰文说是因，是因心界之处，体力比天合众中经而变非变，虚有世尊，不说无是行心经典，我将心必会得微闻如是之间。今次伊伫第十四分伊嘛讲着对不得，吼、哦、你不得当中。会当讲到这个道理啦，吼，真正什么物件？真正虚有的物件，哦，非常稀有的东西，哦，所以呢，你看，你一直在赞叹，舒服的在赞叹佛教，哦，这个意思，差不多就是意思。所以正是在这当中，咱好好注意看，就是讲不偏移，它不偏叫做丢，这个物件，你说有，就是没有，你说没有。又是有，你讲无吗？唔过伊讲无，你讲有吗？伊讲无，啊，那叫稀有，哦，叫做妙有，所以叫做极有常照，哦，而常起，迄、那个常起的光，迄、那个起叫做湛蓝清净，迄、那个起啊，叫做光明，啊，啊，叫做清净，迄、那个起嘛，叫做起照，哦，那起灭，迄、那个灭啊，叫做定，叫做大定。它不受到一切的影响，那参照这个太阳，它就是极照，哦，它就极灭鬼热，它的极灭的，它展现它的光明，但是呢，灭就是变，那灭就变佛体的意思，它的变的时候，它如如不动，啊，不动如如，那个是常定的意思。啊，那这个人啊，我们习惯极而常照，灭而常定，这个意念，为什么？这个意思。这三种主讲出的诸法无常，是心灭法，不心灭灭义，啊，心灭无常，讲出句话无？当然讲出句话啦吼。作者咧解说出句话，解说了袂好势。不过咧，因为因人都有解说出句话，哦，啊，这是当时说三种主，因为伊已经去为着要是修持，要甲摩杀，要退修持了后，伊用伊的性命了结。哦，用心去讲，所以他为了讲叫做极灭为乐，哦，所以这句话就是以前讲出来，啊，讲这段话啦，极当然清净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当然就是讲，最足然的清，完全拢无染的物件，迄、那个叫做，迄、那个初真心，就是叫做空而空，哦，啊，所以在当中，咱好好当个说的，欲意念定，空而不离。你呐，它是空里唔拉真空，安尼叫做断灭。足济人就行到尾啊，讲空空。哇，
我是讲，我伫新加坡，我伫迄个菲律宾啊吼，咧讲经讲经的时阵，我过一摆讲过，迄个年轻女啊，一个查某囝，伊住伫离菲律宾的另外一个岛，啊，迄囡吼，我互我咧讲经讲经，啊，妈妈要叫伊来听经讲经，咧讲到经讲经袂听啦，经讲经拢讲坎命啦，拢讲坎命。砍你若不叫流量，你就袂砍到五片。要加十啊十手，你变怎砍？你爱袂叫我五片。那迄阵啊，进入了空门而不空，所以咱讲见人不见智，见话见。咱去达到这个意见。哦，那我想这个，比如说反馈人见人动心，啊，听而生心。哦，听而动心啦，哦，啊，看而生心啦，哦。这个是反义词，啊，理性的人也见性不乱，理性的人用耳不听心不烦，哈、哦，眼不见心不乱，我就是把心无烦掉，啊，我就心在变乱，啊，我耳甲无听见，啊，我心在变烦，那就听说嘛，啊，我听就好啊，我听就变烦，啊，无听就变烦，那敢是安尼？如果无听就变烦，什么代志？迄无听就变烦，迄叫做桃树倒世烦。哦，事情过去啊，吼、哦，咱常在讲，啊，就一寡花香啦，一寡年糕啦，吼、哦，我唔要讲是鬼哦，这是确实有物件，啊，就含暗暝发生代志啦，看花剃头去做年糕啦，含暝补发生代志啦，剃头做花香啦，好无？叫做进入空门啦，较清净啦，较欢乐啦，安尼对不对？叫做消极，十字方式，消极的十字方式，那叫做从事法，啊，那对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因为这不是咱要卖物件，咱要卖物件，就是叫做正视。迄、那个正视的，我面对的是叫做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。我把酒喝掉，我心不乱；我耳根听掉，心不烦，未烦，就应过。嗯。当然啦、啊，刚才你安怎念安怎讲，我听得到点，那才笑我话听。我心听得到点，我嘛就感觉烦。哦，在台北念，我嘛会感觉伊在念，我嘛当作是一个平等性质，我嘛感觉两边嘛真有意思啦，哦，因为你这个转世神智，你别说来，我讲，吼，我天，做完天，做完天，做完天，啊，两天做完做完，不连贯代志，我无骗你，你无发脾气，但是咧，那叫做情绪化的管理，那叫做要内化的管理。什么情绪化的管理？就是因为你情绪化了，你才会管理别人，那叫做情绪化的方法。但是内化的，你出一件代志了后，你家己消袂去，你家己内心世界你消袂去，你内化的问题。但是，安尼修道就是安那带动内化，就是你有智慧，你情绪管理就是你有智慧。你若智识，绝对无同内化；你若智识，你做无，你绝对无同情绪上的管理。真正是安尼，所以今日你足无简单，会当接受到金光经这部经典叫做哪？叫做摩诃法界菩提，叫做大乘智慧，大乘智慧经典。你这部经典，你若不会入，我保证，你人生这部经典若有过，甲下部经典，你不虚此行，你无不虚来到这个人间，因为你真要经典物件得到。好、哦，这是祖师不敢讲的物件，啊，这个要靠这个功夫。嘛，感觉迄个时尚感悟啦。虽然我有阵时也听在作笑，哦，但是，安那，咱嘛是有那爱，安那，有那爱感悟呢。那只，迄以后就要考虑这点点事，你要坐起啦。那考并无坐起就未使咧。但是，你若转，比如讲你咧转，你着喊了也好啦，啊，变贵的了也好啦，看做第二方边的哈。哦，你若迄个转了。哦，迄、那个汉庙庙啊，装个阔地地，哦，较早我来啉迄汉庙碗敬杯呢，啊，一个五六三十，拢唔当出杯，啉不了，才开始加一杯白水汤来灭关咧，啊，无钱在阔地地咧，但是，你先那啉一个阔地地，因为迄物件无迄物件去治，你身体迄个病就袂好，但是你这个法若无入啊，若无入啊，你个心理。要学法无可学，无可学，嘛爱用心。但是若无这礼拜，我用你的心，吼、哦，你的心
项目分析，就是分析。所以伊用空而空，迄叫做成段的空。修行是叫做小乘佛法，你永远袂当成佛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若真空的，无有分别，哦，因为无相才有真空，无相无中相才有真空，事实上。它不空，空而不空，谓之真空。这个空中有一个不空，那叫做啦，那叫做妙有啦吼，那叫做啦正性已有。这句话你解释是啥呢？不可能因为后边这部位，咱就直接入来，吼、哦，咱直接吼也不分。这个不分就是咧讲啥物件？苏摩地佛言，因为咱拄则讲。这个娑婆地，当然听到佛，伊是变化地的娑婆地。伊当然是第一佛，伊拢从佛陀出的广法的内底当中，伊拢有广法广不回嘛。那叫做离相波罗，嘛离相真如。离相咧讲智慧，嘛离相咧讲顺性。但是啥物人知影？无人知影。娑婆地知影。叫做哦，这叫做哦，娑婆地，伊地分着咧，地分，伊就同这个问啊。哦，伊有种种的如是，哦，伊讲娑婆地在大众中即种受记，现在无法有即种的合即种用力的福言。譬如世尊如来现了诸菩萨，如来现故相诸菩萨，因为当时如来用三业千金来传这个菩萨。唔过即阵人听无，听无啦。伊哩用着理想法则，伊用着理想真如，用伊身教咧传即阵人。唔过即阵看无，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啦。咱今日去，人含一个角才出门，人伊讲袂明白，人伊听落明白，人伊食唔明白，拢无甲你讲话。人伊哩一点点地方咧明白。唔过咧看无啊！哦，你若去口袋咧，我来笑死人！你若一碗菜，一碗菜全部烧抢的，三日口袋无咧，抢无，你往哪攀去？为啥无人接？哦，啊，虽然讲看一个人的素质，看一个人的素养，看食饭就知影，看伊动作就知影。但是安尼，唔过人心里袂难讲，人食饭，你的食饭，你的动作。你的字安怎下？你食个话，一只一个嘴，一只扎扎扎扎，都较好。今仔日字啊，你食物件嘞，啊，怎啊做大声？哦，咱真正有意境人食，而嘴内底食，唔是嘴啊，扎扎扎扎，迄形象无歹听啦。但是咱不去甲你讲啊，唔去咱都看无啊。咱信任，咱依然依真正信任，咱咧做代志。你看伊吼，你会讲啥物事？啊，你问工作啊，你问不讲，反正需要哈。唔过咧看有无？因为咱伫生活习惯了后，咧看无这物件，才看无你的你会你会较想要到来。那佛陀伫第一分就是叫做心教，因为伊出入往返行住坐卧，每一个物件都显露了伊的思想。唔过啥物人看有？该空地的生活地吼，所以伊才开始讲生活地，哦，在大众中即种做起，伊哩地位就看无啦。哦，偏袒有关有切入地合正中经验的发言，还是请教。如来啊，你啊，善恶的诸菩萨，善故相诸菩萨。唔过这句话是当时生活地讲的，对不对？唔过佛人那个讲，现在现在，如你所说。如来现佛诸菩萨，如来现护相诸菩萨。以前来讲，这句话就是佛陀甲娑婆地回答问的。我就是三业清净的传世人，我的善业，我的口业，我的意业的传世人。总是你娑婆地已经看见。哦，那讲我现在现在，娑婆地如你所说，如来现佛诸菩萨，如来现护相诸菩萨。这两句话叫做三业清净，信业、口业、啊意业。哦，唔过你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你问我一个问题，问我这两个问题啊，因为印度人好疑心嘛，你问我这两个问题啊，我是要来解答。
你已经过了五年线，伊认真了哦，我要甲你讲啊，若有善人出善不离，发阿妙陀罗三宝三宝地心，应无是诸，应无是行地心，好，伊就甲解说啊，啊，解说即人听无？若真若无解说，真若无相当解说，我听无哦。实际我即摆讲番一个嘛，你都特别听无哦。但是即个解说，咱若听无，不可能因为咱嘛去拖长个去，咱就是对接对第六分。而且我们来讲，所谓的业分缘，啊，这个业分缘就是讲，咱下底对顶缘的人的侵犯，叫做业分缘。而顶缘对下底，我甲你告示，我告诉你，我告示你，直接来讲，我甲你讲，顶缘下底要甲顶缘侵犯的人，叫做业分缘。这句话，哦，咱一定要记住。伊的这个所谓，就是咧问，哦。讲好友哦，这有一个，这阵好友众生，这个好友，这两句话，这个好友这两句话啦吼。当然，这有一个，有一个怀疑，有一个轻疑啊。但是我今日我唔是我无相信佛陀，但是我怀疑讲，你佛陀讲到第五分，讲到七七的道理，唔过呢，恁这一千五百几个人。一千五百人一千一，千五百二十人夫，千两百五十人，这群人敢听？那有轻易之词，不敢说没有，但是有空我听不到。疑惑是疑惑，但是是轻微，并不严重。故用这个叫做火友，这两句话就是建立一个真轻的怀疑。对佛陀咧讲的，唔敢讲，我今日完全是一个听无，但是我有一个疑惑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到这来当中，你来咧讲啊，这两个字，因为师父在听经讲经，听到第五分了后，到第五分了后，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，这句话足重要吼，这句话足重要，因为这句话我伫迄、那个啊中文大约。我过去有讲过几个，我唔知啦吼。一个叫黎明大学一个教授，教授来到咱泉州的佛堂，啊要请一个辅导，伊向甲你讲什么观念呢？讲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凡所有相，该是遗忘。用金刚经的典范，即句典范咧来讲，伊讲啊，凡所有相是遗忘啊，虚而不真啊，妄而不实啊，什么的都。在个丢到，伊安尼讲，王教授，下底句话在学了，一年比上断章取义，那么多是安尼讲讲，凡所有相的是妄，伊来讲凡所有相的物件，无一个叫实相，那个演戏，那只不过是叫，唔过咱后边不讲欲见诸相，欲见诸相，不欲见诸相。这应该若要甲解释这点这非常这点点这积淀出来，这个点三点。唔管你这句话你金刚经内底有点，欲见诸相，听好哦。这是诸相的一切诸相，叫诸相。啊，我所以说开始疑问吗？我所以说开始疑问吗？啊，他要欲见诸相，为什么积淀出来？听好，我所有相，这叫做诸相啊，叫做一切相。咱一切缘起所生的物件叫做自相，非相叫做缘起性空，因为因缘生发的物件，因缘生发的物件，拢是假存在，但是因缘的内底当中有实相因内底。我先把这个看到了，咱去解一下，这叫自相对不对？好少年的，好老的，好结婚，好结婚，好查甫的，好查某，这不是叫自相吗？好，这种叫做诸相。但是你诸相内底当中，你有一个实相因内底，叫做非相，这叫做非相，无当还，人家叫做非相啦。你灵魂有当还无？有当还无？哪怕你灵魂，你搞控制。好，你灵魂比你这个所在搞控制。唔过你今天搞到你灵魂，啊，可是你今天去对咱坐大车，啊，那死人就是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非常，迄、那个真如本性要走出来，又那变什么死啊？啊！你欲见诸相，
非常，你这个肉体和你这个思想做伙活，这个肉体内底有一个真的，这个真的内底有一个肉体，安尼叫做分离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有，啊后边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有，这个叫做空，对不对？那边叫做空，空有佛的道学，即见如来。安尼讲听吗？来，叫做有，这杯水。欲念之上，甲比非常，因为咱看到思想，你我都看啊，袂水无？你我都看袂水，对不对？你个看到甲比啦，你有看袂水？如果你若当欲念之上，你当实在了解伊个思想，你就看到伊如来本体。来，再来比如，咱先看到影，影，水影影。有水个好无？有水有无？也是有水影，是迄个光照着水摄个影，对不对？咱叫做电影，电影。到时呢，你咧行，迄个光照来，你后壁照着，照着影无？这个影算是实的，这个影毋是。但是你若无对这个影甲找对，找着光，搭找着你才来找得着。迄、那个影内底当中，就是一个电影里内底，就是伊个照来迄个光了后，才产生这个影。你哩就是影要找着光了后，你才能找着水哦。你才能找着水哦。啊，无水就是色，而且这个叫做三合一的道学。你现在虽然讲伊是一个影，但是你不当明慧哦。你袂当明慧哦，是安尼当明慧，因为你无即个态度，你无心态当影，迄个影是真影。咱今日去理解的所在，修学到这种叫做影，造成这个影。你但是你袂使把这当作真的是，咱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拢做人对不对？敢是真的？什么人要死你啊？但是因为我今日去，就是这个影，一、这个因缘生活的物件，这个因缘生活物件，我而且修行修到我就是光明，我个见到我本性，安尼就解脱。安听我话，唔是我伫这个影内底发生啥物不幸，唔是这个物件，我是要照着咱大家伫这个所在来学到，我把这道理逐渐注熟，我爱入去到这个非常，这个缘起时空。元气无我，那安尼你讲元气成空，性不来空，缘不来的有，空有不缘道理，你能看到即个如来。圣经来讲，色为空，空不色，空为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即句话你来办，你即句话你来办，即句话你来通，无你嘛都在想问题，敢是？所以伊在讲，你讲我第二个，我六根之上非常一见如来，太好了，太妙了。但是众生会当领悟到这深深奥的道理未？为众生发愿，这是甚物啊？方便殊菩提，是为着这点深250斤佛力呢？你担心？不是大家听吗？如来为法的成就说，如来为法最成就说呢？今日囡恁若毋是有大心，恁老地位比今日一摆要坐袂了呢，还坐袂了。那像咱阿咧听落去呢，你讲即个听无讲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若听无讲，有心会生心心物件，足讨厌，真得作屁哦。敢是安尼？我迄毋免去记啦，我一个3点钟的道理，我对头讲到尾2点钟，我即摆就有迄个录音带已经出来。我哩也讲6点钟，蔡经理、黄经理那个主持，但是经过迄时阵，哦，迄、那个陈导，迄伊个迄个呐，伊迄个接待所啦，伊迄个什么招待所，我两个讲比起手机不多远，伊来电话开8000几万，竟然开起爱电话，啊，其他咧装修啦，啊，因为伊知咱好啊，我那个对我有含金吼，啊，所以伊请咱好啊。去啊！从6坛经第六点，哦，叫做忏悔点。我用6坛经的迄个概要，6坛经的概要，以忏悔品做一个结合。我讲了这么久，当然讲的应该是讲时间花些啦，但是用
食有好经过，伊想讲要食这便当，食点花椒，哈哈哈。咱讲唔得食，咱讲唔得食，拢做无当。啊，所以人拢因一直爱去听这物件，因迄人迄个舞动，啊一个震动，迄个舞动是做 AI 诶，迄个内底物件，你听。AI 内底物件，伊讲是买安怎讲呢？不见不见，我十年前我就接到这 AI， 但是迄个 AI。伊讲也有可能，伊想要当叫迄个 AI 来坐遐，含你讲，感觉看看当个迄个目睭，较呆滞，迄个目睭，看看迄个目睭呢，较呆滞。伊当啥物学，即就是 AI。无即嘛，就是 AI 坐伫即个所在，你唔知哦。哎，小文，你即唔是对纯 AI 好嘛？哈哈哈！开玩笑嘛，我真正真正来咧。但是伊就是咧，因为伊当时即个老板伊来咧甲讲，生意就是咧讲该做，啊，迄面伊排面，哎，我无咧，是咧，哎，面店不靠这，迄毋是讲几百间公司来咧做出来物件，哎，甲做一部分，做一部分，做一部分，哎，所以来做迄部分，来变成面店。所以迄个老板伊当然讲，不钱，我唔好咧听伊咧道理，晓得无？好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就是一条，一条，咱今日去真正人听，但是我读听无，听这个字，我无听。啊，大家听啥物件？听什么故事啦？啊，听什么因果啦？啊，听什么宗教的啦？哇，啊，咱爱听这个物件。啊，听这个物件，我互你怀疑，想到咱我了一个叫张金水啦，吼，就是较早伊做金官嘛，吼，伊来咧讲，对，实际爱听。伊讲吼，我当时迄个叫我反正伊讲吼，我讲吼，我一个月报是3000块啦，啊，我帮食菜看会使个。啊，我当时吼，我有一个红军啊，红军你听无？迄阿妈喊个红军啊，伊讲吼，我内底拢饲着无人个啊，无人你讲听，蛇鱼啦、土虱啦、鲤鱼啦、河流啦，就是伊讲伊内底拢饲个物件，伊就甲伊讲个啊。我呐，食菜，今日食到拢未食食来嘞，对不对？讲秋天，迄阵秋天哩啊，秋天我报时3000块，我毋食菜，安好无啦？啊，秋天遐人讲起安尼，伊去10万块个包，我嘛袂来搭个。啊，你食你个食侪，我来搭，啊，头道理。啊，所以伊到尾啊，听讲着道理了，1000块，伊专门就我足少。啊，若伊咧讲道理，做人爱听。伊讲哦，当时伊在讲高山哦，啊是找一家头，变作起来啊，做啊害啊害害，伊兼讲兼害啊，哦兼讲兼害，啊你来讲这物件出声来去听，伊讲啊总平时咧对啦，后天咧讲我把这些产品来咧对啦哦，所以一般见人贵就是爱听这物，迄叫做热销法则，那作品诶跟黄金里边的叫做热销法则，必定无见。人言、忠心言、守家言，金不出兵，不能听信，兄弟该说，这个人特别听耐心的困难。啊，所以今日，咱新年同修的念，下当真正，咱大家用念、用学、大乘佛法，哦，这嘛是真正，咱过去，有咱新年福气里，甲咱新年求兵，咱打起不错的，这是正咱今日目标啦吼。啊，虽然你这难讲，就是讲。今日讲到这来，是讲哦，苏武帝袂屈言，世尊哦，何有忠心？当然世尊啦吼，咱过去才讲过，伊袂屈，伊的名是1051个名，把人讲叫做屈，把人讲叫做世尊，把人叫做大明夫，把人叫做天人师，把人叫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拢总有51个，哦，包括世尊拢总有51个名。哦，如果这11个名内底当中愈来，则是咱讲迄个佛名的名称是啥啦？哦，这是安尼吼。
啊，所以呢，第二则就讲到着，伊即句话就讲到着世尊，吼，即句话世尊，吼，伊即是十一个名词其中的一个名词，所以有阵时啊，咱听法，有阵遐伊作一个名词，比如讲诸法，在诸性中一切法、万法，有些啥物无，同一个物件，咱无听法归去。啊，所以你世尊一句话，即句话就是讲释迦牟尼佛，就是性命佛啊，世尊伊就是。人同时啊，苏摩地直接叫世尊，何有正信？吼、哦，即何有正信来讲？哦，我今日吼，即、哦这个即点众生，心两百五十万有即点人，你如是言说将故，不可能你讲到即个当中呢，伊叫做叫做如是何有正信？即、这个何有正信来讲，我有一个怀疑。即阵千两百五十人，即阵众生也会证到，吼、哦、正法也会证到众生，得到伊得闻如是言说众佛，人心是即句作用啦，即句作用啦，即句袂使改改误会，因为我过去我讲过，即、这个如是有涵盖三个意思，一个叫发起。一个叫发智，一个叫信顺，一个叫愿力。什么叫发智？发的智慧，吼、哦，比如如是，发的智慧。一个叫信顺，信顺就我相信如来所讲的，比如不离十八分的这个当中，有叫一体啊，这个这个这啊，这个这个动部分的里底，有一句话说，是我的不如八干吼，如是信顺如来的八干。是无咧？如来有天眼无？啊，迄、那个如来有天眼无？是无咧？讲啊，如来有天眼，哦，如是世尊如来天，迄、那个如是一部分开始开始叫做信顺。我相信佛陀你咧讲的，因为佛有五眼，第一叫做八眼，第二叫做天眼，第二叫做法眼、慧眼，第三叫做第四叫做法眼，第五叫做慧眼。哦，因为如是，那个讲什么？如是如来有不染，如是如来有法眼，如是如来有不染。迄、那个如是，就是迄句话，不能讲句话如是，迄句话叫做信顺。我相信佛陀你讲的如来有我法，这就是叫做信顺。但是法智呢，就是讲法的智慧。就是这句话后边的一串话，这句如是的字后边这句话叫做法智，法的智慧。第二种解释，第三种解释，同时来解释哦。第三种解释就是叫做显理。但这句话呢，未使改信顺，未使改法智，爱改显理。显理啊，这个显，这个理无出来未使啊，这个理。这个如是，这个理不错，就袂使。你若讲这个呢，这就讲如是。所以一点要了解，所以如是这两句话，哦，当然拄则咧讲的，就是讲，哦，这个都无种是你如是跟说就无人性事情哦。而且在当中呢，讲到这个第五分钟跟诸上非常即现如来，哦，而且在当中呢，因为。哦，靠这如是，哦，这叫做法智、法智、法天，哦，这非常，这部就叫做显理之术。爱讲到个呐，啊，这个如在讲啥物啊？这个如就是，这个如有两个意思，第一在讲叫实相，实相。第二个叫做哪呢？哦，观照。观照，是叫做观音，法界。但是讲起来，这个如是，就是讲起来，是上法界、观照法界、到不离法界，这样两个大乘法界地位。啊，讲起来是上地位、观照地位，啊，到不离地位，这我们这些人呀，啊，这个如是如。就是讲实相，这就是讲刚解释叫做自性，这解释叫做自性。这个念头，这
这个日头，爱听无？日日头光伫伫这个日头，叫做时速发展，完全发展的日头光，但是日头光甲日头是叫做一，叫做生活一如，生活一如，无不该是。这个是就是讲叫做妙用。一句话来解释叫做妙用。啊，有这个是上了后，关掉了后，比较早妙用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日光灯下来，不是日光灯啦吼，太阳下来，你办这个物件，对什么？对一行，免着日迄个太阳光，对什么？对一项动物，对一项植物，免太阳光。但是这不是伊的妙用啊！如果今日这两个这个如那无，啊这个时分对啊。所以今日伊这有讲到实相，讲到三宝类这个内容中，啊这个三宝伊这是如，但是咧讲这个妙行不是，你这个妙行内底当中，伊这个物件就参像这粒日头，伊有咧妙行无？大家拢伫迄个所在，吼，拢伫咧妙行，但是伊无主调。伊无主调，伊老爹主调，我今日惊他变两万，稍微惊他万嘞吼，你就麻烦吼。我先来再做一个早餐那个比如，你有着，你有这个妙用无数的物件，讲些物件，讲些分享。你从你妈妈生出到今嘛，妈妈生出到七八，你这个如，这个祖先，这个物件，伊无离开你，伊嘛无受气，伊嘛无欢喜。伊就甲你伫迄内底甲你运作，迄个欢喜甲受气，迄是经过着你的思维了后，你的起心动念，所以人讲一个讲叫做自性，自性，叫做自性，自性，自心，自心，安尼叫做性，心，心对不对？三者一贯，这个性是毋是叫做心？叫做心，心是毋是叫做心？变作解释，这个心若无动，叫做性；这个心若自在，叫做自在，叫做性。因为一二三，这个心是有分别，咱讲叫做性分别，这个叫做无分别。这个是无分别，咱讲叫做哪？想想一下，啊唔当，但是这个物件就是这个哦，这个物件就是这个哦，拢感觉一个物件。你唔通讲啊，这个有这个，这个有这个，是因为这个生心了后，这个就是变成这个来啊。啊，这个若清净，所以咱要清净就变这个，还听无？啊，你有清净即股，你有清净，这个流露出来就是哪？为这个行行为，这个若清心，这个心流露出来就是清净的行为嘛。啊，这个若妄想心，这个行为不是叫做妄想嘛？安尼才有意思无？所以你这三合一的物件，你要了解，这个主性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这个想，这个心就是动了后到这个心，叫做一个叫做妄别，一个叫做分别。妄分别就是你已经。你违背你的良心本性去做一挂违背三者恶的思想，先分别就是你家己思想出来了后，你会当做正常的行为。你没有违背良心，就是不行。欲明先分别诸法相，叫做第一不动。那说回另外一个啊，欲明分别诸法相，你能够发出一切诸法相的这当中。有离开这个物件无？有离开神心心无？无离开。哦，我再来讲，你今日有一个心对不对？你有分心无？有，这个叫做这个。好，但是你有心无？你当着造这个人，心当着造这个人，造这个人，这有分别的造这个人啊，阿嘛同一个物件啦。
啊，若无分别，若清净德，分袂这个物件。啊，你若是咧去妄心，你做着这个心念啦，妄为嘛。啊，你若心，你若心清净，这个心就是啦。哦，你的行为嘛是这个心啦。所以其实跟论语诶，咱是空性唔同，都是空性讲。信心心三者一贯啊，是不分离啊。这三个物件，一二三三二，伊不是一个物件。不过呢，咱有一个主性，有一个本性，这个物件来落伫这个内底，你里面底哦。不过呢，自你开始，你妈妈甲你换一个了，甲即马就参像即个太阳来困伫内底，要甲你运作。因你受气嘛是你来运作的，你欢喜嘛你来运作的，你咧困嘛你来运作的，你咧困伊若要伊若来我要走啊，你莫在即个地就变成一个死体啊。咁是安尼，伊意欲始终不离开我，袂使无喘气呢，袂使无来咧运作呢。啊，这有如如无，所以甲你如如不动，伊甲你运作的这八体甲你运作到做好势。哦，所以唔好甲你讲，这个是俗，所以唔好离开个心人咧，离开个咱金刚经的第四分大讲，菩萨但应如，菩萨但应如所告诉，不，伊这个菩萨，你进入了菩萨，你一定爱知影这个道理，伊这个如来甲你教，你会当安住的这个如，这个实体的物件，你有了解这个实体了后。你想的拢叫做怪，叫做怪的东西。所以你再来讲，如果是叫做妙明无说，这个道理，妙明对对来，是中了观照甲实相，就对这两个来。妙明就对这两个来。但是，所以呢，伊发这，因为观照发这，是叫做地无边妙地，实相发这是观照。观照你遐，就是对着这种的观照的分析，啊，这个就是对这个表现，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物件，不是两个物件。哦，所以你才来讲，地位的妙地是叫相反的是观照，是观照立体的立，安尼叫做哪？这句话叫这句，叫做立，这句叫做调。叫做理理理智一如，理理一如啦。这个思想叫做咩？叫做啦 C 加 B， 叫做分加 B。这个观照叫做 C 加 B， 安尼叫做理理一如，哦，理智一如。所以称为叫做如 C， 就是无明法界，什么无明法界？性云，那叫做妙呀。性云的动的土地。他是绝对的，伊袂往家己讲话，伊家己讲话拢有根据，是因为你无同比较相信伊道理，所以你这样来讲，如如诶，哦，也可以讲说不义不义啊。哦，那我们人有话，你先大家先怎么对对？哦，诚我意如莫一件事，心不一如莫不该心。哦，即使诸法中如如不同意，诸法中诶内底当中。无离开这两个如是的道理，如如体是用的妙理，这是奥妙的道理。何在一切法中，离一切法相，离一切法中，哦，所以一切法即是无法。所以这里用空经去规定的话，一切法即是无法。哦，所以这样来讲，无法不离一切法，一切法嘛不离无法。这话你听好无？那今日哪个来奉劝？你有一个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所有的思想，所有你想的物件，有离开的心无？嗯。拢总是你的心造成，无多少无是你的心造成。咁是安尼，所有造成一切这个一切法，一切法拢是你的心造成，唔过造成这个因缘。但是你造成了后，这物件，你有法度把这物件都归入你的心无？叫做一切即个一切归入边边即个一切，
就讲、是、我为这个如结变出死，就是妙用，对妙用到归回我这个本性这个如，啊叫做如体使用。如是刚体，本性这体，死就到这个用。我即马讲一个简单，你有一个自信，你有一个智慧好，那较聪明，我叫智性。啊，较有修养，叫做智慧啊。啊，智慧甲知识是同一个物件，敢是？但是因为你这个心所做出来，有离开你的心无？你这个心无，你所讲的话，你所做的事，有离开你的思想无？无离开你的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想安怎，你才会讲安怎。若说安怎讲，思量恶思，即成为恶行。思量善事，即成为善行，敢是安尼？这是老早甲你讲的物件。所以呢，第二个就是讲，我家己有一个自信，但是我有自信起用无？问题在这个所在。啊，自信起用，爱是你是自信方利用，你互你的实力实践的利用，互你的正心的利用的利用，害你了互你正见的利用，这两种都是啥？讲一个较歹听哦，你有法管理你家己无？反正家己无在管理家己呢。你若要受气，你有法管理我放心无？哦，足侪代志，拢因为咱家己控制袂好，是造成了足侪不可预言的代志呢。害死人，甘是控制袂好是害死。阿某冤家，弟兄冤家，朋友，这个朋友冤家，袂食酒，食阿某无，三六袂见。啊，感情家己，我管你家己走出来。所以你今日必心，必心和众心用，那么众分到家己真正的不容易。啊，就比了无。刚才讲的讲，家己揢石头啊，家己脚迄个唔唔把家己脚放死啦。你唔敢跟足跳。啊，你是叫做自欺，家己自欺是不是这个欺人？所以呢，当中你才做众心，先弄才做。因为你家己无法度让家己管理家己，所以讲一句话怎讲呢？讲咱无法做咱自己主人。你管不是你自己主人呢？我想讲一句话，我拄听一句话，我蛮生气。我虽然短视成主，你有咧耽误我。哦，我伫卡煞，我想咧讲，我阿舅哪咧想呢？我妈妈有四个，哦，四个东西嘛，我阿妈有四个媳妇嘛。哎，第三行的第四，那你先买一个钱去投资，钱去投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要听这个呀。无当我讲嘛，我没说到话里面，无，无，现在当我话要听的时阵啦，你啥话跟我面咧面去面咧面去，你是实地实地的讲嘛。你今日去家己用不了地界，用众生的地界，你管是唔了事，你纵容和众生，你用你的那个一种心。所以咱今日就是因为无法度去了解这物件，所以因为咱今日叫做哪，叫做众生妙。唔过呢，咱今日较转，如体使用的妙理，这个奥妙的道理在一切法中，离一切法中，一切法即是法，佛法无离开一切法。哦，这物件比较难讲，佛法不离一切法，这叫做相辅相成的物件。你若离开一切法，安尼离别都没有啊。所以我想讲的，你若做空，叫做四分一如，迄个如，四分一零，迄个零就是叫做妙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有妙。所以咱现在就讲，你讲给你一句话，如是言说，将有莲心实性吼。这个言故哦，到第三步是不言故，言说哦，迄个何有众生？一如是言说，哦，这个如是言说，就讲如来伊哩所讲的这个法叫做言说，这个将故家己结集经常结集出来叫做将故，叫做言说将故，刚才讲了是啦。本来讲的道理讲起，但是阿难，伊哩比较低阶，伊个结集经常，你想讲本来，哦。这个金刚经也好啦，大菩萨经也好啦，护法经也好啦，甚至涅槃经也好啦，
宋三宗十二部经拢伊个不讲过，但是这阿兰并伊抓基金的来，基金的来他抓个结集章句，抓个先知本书出来，叫做演说经部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这当中呢，啊，经部叫做演说经部，哦，所以呢，这经部是之前这个经部啦，哦，就是讲。则有之前的三分理想道心，以弥勒吼的四大宏愿，吼这物件，来咧讲到迄个言说章句，就是讲它已经形成它的一段的画出来，吼这是吼这部分是安尼个解释，不过因为也有点慢吼，啊时间也都要拖累了吼，啊可能会跟拖到上部去，啊所以你们咧好处。刚刚这些章句先开始讲清楚一点了哈，以前你要拖点时间，拖点慢哦，来稍微讲，讲比较好些哦，啊，可能讲有意思哦，啊，蛮好啦哦。不过一点就讲，精力不在等待啦哦，在要意，能听有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咱无就是先他们讲，啊嘛一直想讲能听有，啊，咱就较认真听，啊，就对哦。啊，我若做面前听，你若无，我若做面前讲，你无认真听，无我。啊，我若他们讲，啊，你若认真听，把我补啊，补上啊。咁是安尼，叫做辅，大家辅。不过伊里面今日去讲我这个所在，啊，五点半吼，来把一些所在，祝福咱各位大家啊，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啦，吼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父前人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一般下无极拉摩行30公里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两位田禅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护前的慈悲鞠躬，感谢两位简短之慈悲鞠躬。持驾，向无极劳母行30公里，全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一鞠躬，送驾护前人一鞠躬，送驾两位简短之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。三鞠躬，持驾前人一鞠躬，送驾护前人一鞠躬，送驾两位点端师一鞠躬。好，大家好，谢谢，感恩慈悲。